所谓的时间医学其实很简单，人是一个小宇宙，天地是一个大宇宙。我们人如何做到天人相应，借由天地的力量，养生方法就可以借力使力，让我们过得更自在优雅。我举两个例子，第一个是辰时，也就是早上7点到9点的时候，这时候是我们胃经在循行的时候，务必一定要好好的吃个早餐，让胃经有能量，你的身材才会好，才能够启动一整天的元气来源。第二个重点就是子时，也就是每天晚上的11点到1点，这时候务必要进入熟睡，人体才会进行修复以及好好的美容。十一脏取决于胆，要让其他的脏腑健康，这时候子时一定要好好睡个美容觉。